不打了吗？等一下，你们这样太和平了哦。一个。剧本不是这样写的哦。剧本呢？我们钱都给好了。哎、欸，他自然死亡那会掉宝吗？怪物自然死亡不会。啊。有一点失望哎、欸。感觉他们在底下打哎、欸。表地表没了，爱打苹果吧？哦，对，我们超惨。但是我们有金吗？就是七颗、我们还有要下去吗？我身上有两颗，七颗，七个。我身上有两个金。我们等一下还有要下去吗？应该没有了，我觉得。嗯，那这样我们的血就这样子了。哦，幸运啊，那是有幸运的东西。幸运打树叶有机会掉，有很高的机会掉。对，掉什么？苹果啊。哦、有没有幸运的东西吗？好像没有哎、欸。我扔掉个幸运二的啦。哦，我有那个幸运二，幸运二的。我身上有一颗苹果、啊，好像要不要先做啊？我有一个了。你可以先做啊。身上有一颗啊。看闪闪要吃还是谁要吃啊？给你们吃，你们吃。哦，你把金丢给我，那我做个那个。我这届已经享受得很开心了，现在很冷静。不会啦，不会啦。啊，谁要吃？我们两个吃啊，两个其中一个，一人分一半。剪刀石头布，分一半。你吃啊，你要吃给你吃，我给你吃啦，给你吃，你血比我多一些。到底是？来啦，你还有钻库啊，一定是你啊，保留战力啊。你也有钻库啊。哎、欸，对，哎、欸，你旁边有人，真假的？繁星，吓死我了！这里，这里，我想说他离你很近。谢谢。那我先钓鱼啦，你们先挖吧。你有苹果吗？好希望我这里有幸运的那个钓竿，幸运钓竿，鱼饵吧，或者是海洋钓竿、欸欸、吧。哦，水瓶，啊、没有烂透了，水瓶啊！哦，我以为我掉药水。啊，血超少的，这好像绿队。哎、欸，掉弓了！什么弓？什么弓？强力，这是四，强力是火焰弓。哇、哦！哇！去杀鸡吗？哇哇哇啊？找鸡杀吗？来这里，你看一下你们有没有人要强力的？我有弩了，你们拿。那这给你们。我可以分你们剑士。超强哦，剑士只能用一发。哎、欸，你都拿走了。那就哎，为什么你都捡不到啊？身上垃圾多啊。都没有苹果、啊哦。你还是分我剑士好了。哎、欸，我那个弓超强的、欸，强啊啊，超强。你要剑士吗？嗯。好，我们一人一半。他有办法让他回血吗？在哪里啊？除非就是用经验把它修好啊，用那个啊，那个。我觉得修补吗？我们获胜的几率很高哎、欸。他是修补的吗？不是。哦，一颗苹果。我是说用弓修弓啊。哇，那个感觉超贵的。糟。但是一定要这么做啊！他那一把真的是强力是用。那你可以先烧个石头，可以射25箭啊，没问题啊，够了。对的，因为箭矢才68。哦、我真厉害！哦，吓死我了！啊，杰克死了！原来如此啊！哎、欸，我钓鱼有经验呢、欸。有啊！对啊，不然就是找鸡。在找鸡了，那我先敲、啊。找到小鸡、欸，有人，哪里？是我吧？不要乱叫啊！那个是繁星，那个是繁星。对，你跳一下，是他啦，真的是他啦。有没有掠夺啊？某，那是他吗？是啦，我前面这个没。他是为什么？哦没哦，为什么没有 ID 啊？太远吗？可是我们的 ID 是包颜色比较浅之类的，
我没有封锁你啊。哦，幸啊，你有哎，幸运，幸运过来帮我，幸运除一下这个。哈？哦哦哦，对哦，刚刚都哎。哎、欸，没办法吗？好吧，竟然没办法吗？我先考一下书。哎、欸，我以为可以、欸，我以为先可以耶、欸。快晚上了，这有鸡了吗？有啊，我身上有，我身上还有四个。四个什么？四个那个羽毛。好。铲子，铲子，这个铲。够了吗？我好多鱼哦。不够。你好多鱼。不是啦。好。干嘛这样子？我把自己的心声讲出来。干嘛这样子嘛？快晚上了。对啊，我们要下去还是就是在上面打怪？打怪啊！可是要做一个就是安全的。够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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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够了。OK。你还有吗？这里还有一根，我丢给你哦。好，先保护好自己。哇，缺金啊！给你。我有十八。我要把自己先包起来。你那么多、哦？对啊，我们要包起来。不然就是往下挖一点啊，往下挖个一两层吧，三层。这样吗？这样打，打那个怪物的脚，直接这样包吗？接下来啦，好，那给你包我钓鱼。可是这样有小屁孩就变放船。哦，原来是设陷阱啊！哦，叶妹，叶妹，快点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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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下。啊、好了吗？来来，下来下来下来，先下来。先下，小心下来，小心。等一下，你让我帮我挖一下。对啊，我也帮你挖。我的天哪、啊，这个不是只有哈基会遇到的东西吗？打眼。哦，吓死！小心被敲到了。我直接被敲到头，我想说我钓鱼钓到一半，怎么能敲我头？好可怕哦。天哪、啊！往这里，往这里走，往这里走。好坎坷哦！继续钓鱼啊！哦，怎么钓啊？哎呦，啊，水进来了！没有。我们这要怎么钓啊？我们是要盖屋顶啊、嗯？是，正在弄。饭就是，哎、欸，无限水源，无限水源。发现你要小心一点哦。也没坠你头上，不行，好可怕、哦！有，我有看到，不用怕。吓死人了！好了，附魔好了，好了。只会吵一点啊、哦，还OK吧？可以了。下来一个。哎、欸，什么东西枪？那个铁针。对对对。哦，那你先修吧，我有经验五了。经验五，他要多少？你看一下经验。线，可以借我线吗？一根。我没有了，我身上很多，所以十一根。我丢了，我丢了。烧个铁。嗯，你丢在哪里？丢在我旁边。哦，我又吸回来了，来。你又吸回去了，我吸回去了。对啊，丢。好，谢谢。
黄溪耶。啊，再做一个看看。弩是什么啊？就是弩的那种攻击力高一点的叫什么？强力穿透吧。诸葛连弩。哦，穿透。我这里有一个贯穿耶，要付吗？贯穿，贯穿高会比较好吗？就是可以两个人拿，可以再多一个人拿，要吗？应该还好吧。那就不要咯。好。好哦，没有关系。我刚刚干嘛？嗯，不，哦，为什么那么累个？我觉得有一点。水瓶丢。六七八。喝水。好丢。七剑。哎呀，那要留一点线哦。有我的钓竿已经三分之一了，我没有再用线了，那我先还给你好了。好，我等一下。不，你先放你那，先放你那。好，因为我的身上已经快满了。好，功力啊，我的运气呢？哦，贯穿贯穿，是不是还是夜妹？是啊，好可怕。保护衣，他的声音超大声的啊！天哪、啊，保护衣，你打夜魅他会掉东西吗？夜魅魔，所以他不会掉一般那个装备吗？对耶，对不对？等一下啊，打夜魅也会掉装吗？哇，这几个字我通通错字哎！你要问他说几率有比较高吗？他有保底吗？因为有保底我就砍了。小鸡说有保底吗？那他要杀？试试看。啊！哎，那个铁针呢？在下面一点呢。哦，看到看到。哦，没有啊？有掉吗？没有，没有，被骗了。没有，哎呀，靠呀！再抽一次。你一箭就死了，一箭就死了。那么强？瑞宝，哦。你刚刚讲，你这个厂那个这个厂商不诚实啊！说好保底呢。我爱你。哈基是死了。死啦、啊！哦，难怪他那么闲。打怪吗？要打怪吗？现在可以打哦。打打打！打打打打！哪里在哪里？哎，夜魅不会出来了没？哦，我放船，我放船，小心哦！那你们到底怎么出去的？老王自己挖船。哎，又来了！夜魅吗？不是，吓死我！小心他上船，上船，绕一下，绕一下，请切西瓜绕，谢谢。啊，都没掉宝哎、欸，多惨啊！哎呦，有掉一个稿，但不知道什么稿。敌退散。哇，效率、欸、效率五的金稿。金稿。啊，可惜，还有苦力怕，看一下哦。燃烧一的铁铲。